来，陈姐，你看一下，这有一个东来顺羊肉串，还始建于1903年。老字号，你在这吃过吗？真没吃过，我也没有，真的。这里面炸酱面，嗯，还有炸酱面。哟，你看小朋友这个，这大串，好吃吗？来，小朋友，好吃吗？烫到嘴了，烫到嘴了。来，送你一个旗子，节日快乐。谢谢，不客气。您是从哪来的呀？从哪里来的呀？长沙。长沙吗？过节带他们来转转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节日快乐。再给我们一个旗子，再给您一个，来，给您一个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来看看，新城炸酱面馆，大石烙酒店，这你吃过吗？这真没吃过，我也没吃过。这还获得过老北京炸酱面销售冠军，人家是连续五年老北京炸酱销量冠军。哦，哎呦，真没吃过。咱看看这里边人还挺多的，还有二楼。对，还有二楼，这是国营老店呀，叫削面。哟，看看卤煮，这大碗好吃吗？怎么样，炸酱面好吃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可以啊。吃过正宗的炸酱面吗？